跟你讲，没有最狂只有更狂。你有看到这些菜盘吗？可爱。最低268块的一些所有小杯子的菜盘，无限吃。对，每晚特区这边有一间，它有一个叫什么肉圈圈的，是一盘肉，然后全部都围着那个火锅，你就一圈肉放下去煮了以后，然后底下的高丽菜就下去煮，这样就刚好吃了一块，然后这样一圈一圈这样慢慢这样吃。超大颗的，来给你看一下，我们刚才已经拿了那么多，全部都丢进去，这一些也全部都免费一直丢。När den lotsar mig genom detta snår Och hur jag än försöker Så blir jag aldrig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德瑞克。Hello。今天德瑞克流浪之日又流浪到哪里？吃火锅。是高雄，这次是火锅系列的时间。然后这次的话来吃的是一个是，高雄在地的有一个网友他密我的投稿，是说他说这边在那个美术馆特区吧，你看我觉得超漂亮的，这附近真的是又高雄真的是什么东西都大，然后又宽又漂亮。对，美术馆特区这边有一间，有一排这边整排全部都是吃的，然后它里面这边有一间是卖火锅的，而且它火锅很厉害的是说它有一个叫什么肉圈圈的，就是我有看网络上先去看一下，它是一盘肉，然后全部都围着那个火锅，看起来是蛮厉害的。然后另外一个更厉害的是，它有30种的食材，是那30种食材是免费一直吃到饱。吃什么？不知道，我觉得我等一下下去看一下，不知道是火锅料还是什么东西。但是问题这样子也太便宜了吧？你看就是这个。To on the masking zone, I spend a fast for hort. Jag har nog alltid passat in, men aldrig varit särskilt fin. 然后这边还有冬瓜茶、柠檬茶，免费。然后这边都是一些酱料，还有一个香甜的薯片，还有冰淇淋吃到饱。跟你讲，没有最狂，只有更狂。这一口而已，我本来已经够狂了。结果你有看到这些菜盘吗？可爱哦。这些小杯子，你看这边小杯子这个菜盘，这些全部你一锅主餐最低268块的一些所有小杯子的菜盘，无限吃，无限吃。老板他家开火锅店的是不是？真的是他开的。这个真的是超级夸张，我们目前拍过最厉害的，算是视觉效果最强。对啊，它是肉甜圈，肉圈圈，对，它这个全部都是安格斯牛肉的，里面这个是弄牛奶，你看那是 cheese 锅，那我们把它打开吧，我们让熊熊融化。哎呀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底下是什么？你看，它底下是铺。高丽菜还有豆腐，等于说它这个是融合了菜盘加肉盘，还有豆腐都在这边。然后你看它的这个海鲜看起来超新鲜的，套 Q， 然后鹅啊那个，然后它鹅啊超大颗，我发现。对啊。看它们超大的鹅啊。然后这个是虾子。满满的奶味啊！它的肉其实都很大哎，对不对？挖出了，它的肉好吃，它牛肉是味道很重，而且不是那种冷冻的，吃到牛肉的香味。很多冷冻的会有那种臭霸饼，它没有，它这个就是酱蘸酱，它这个就是酱汁，它就是牛奶跟起司的酱汁。你还刚好包了一个高丽菜。那肉不会下去就散。对，对，之前有拍到下去都散了，然后我超尴尬。肉味很够哈，不会有那种臭汗味。好吃好吃，来给你看一下，我们刚才已经拿了那么多，全部都丢进去，这一些也全部都免费一直丢，这一些也免费一直丢，超夸张。然后这个很特别，这个是豆腐纸。先生，你的抹布啊。你的手帕，小姐，小姐，
哇，好了，丢进去煮。你不讲好像会卫生纸。好，丢进去吧。你有看过《最佳女婿》吗？有。他们三个人在抢着要为他煮饭的时候，然后有的人就会把东西煮得好吃，吃得舒服，他揉肚子，很烫，是超像的。哇，这个要放麻辣汤，它就有点像，吃起来有点像那个软软的千层豆腐，一层一层一层的，然后它里面吸满了所有的麻辣汤汁，超香的。这好好吃哦。然后我们这一次点两个锅，这个是麻辣，然后这个是老板刚才推荐，他们说高雄比较喜欢吃汕头火锅，汕头汤头。然后我们来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它的这个杯杯里面到底有什么。它有，你看，有玉米甜不辣、马吉烧、黄瓜，哦，还有芋头，然后它这个还有豆腐、虎皮冻豆腐，还有洋葱，它其实还有大陆妹、秀珍菇、贡丸、鱼丸都有。哎、欸，这样子真的超便宜的。哇，你看它的肝好大、啊。这边的牛排放到这边的麻辣汤，我觉得它麻辣汤很香，我都忘记讲了，它有副餐，它有这个王子面，然后我点的这个是肉燥饭，是矿麦肉燥饭，看起来是酱的那种，及格。我卤肉饭天王的经验差不多在七分左右，它比较偏甜，南部口味。大哥啊，当心肝都咳出来，超大的。那有时候铁砂掌，位于四川省东北南少林。我刚想到，如果你想减肥，可以来这边吃。200多块，你点一盘就是鸡肉，或者是猪的那种里脊肉，然后一直吃它的菜。可我这样介绍会不会等一下老板倒店？对，可是只有高雄可以这样开吧？台北没看过，会倒啊。都难怪他生意这么好，而且他这边很方便，他在美术馆特区这边，旁边美术馆那个可以很大的公园，可以在那边走。好了，今天这一间的话，我觉得在这边的话，我觉得我跟一路都觉得他 CP 值超级很高啊，不是讲脏话，超级爆高。他人，因为我们刚才进来，我们是差不多5:30左右来，他好像是也是5:30开，五点半开，人是已经满了，杯杯哦，全部吃到饱以外。它的肉也好吃，然后再来的话，它还有冰淇淋跟薯片可以吃，我觉得那个很适合带家人或者是情侣朋友来聚餐都非常的好，所以难怪刚才看它的客群超广的。它虽然不能算是像外面那种单点型的那种，哇，很棒那种，可是它的肉质是好吃的，因为它的牛肉什么的各方面都很棒，肉味很够，而且海鲜很新鲜的。那再来的话，我很推荐它的汤头是麻辣汤头，那它那个圈圈就变成是你可以直接一圈一圈这样吃，那你就是。一圈肉，然后它肉底下又有高丽菜，就可以这样子，你就一圈肉放下去煮了以后，然后底下的高丽菜就下去煮，这样就刚好吃了一块，然后一圈一圈这样慢慢这样吃。好啦，那这一家的话，我觉得网友推荐非常的棒。那如果你们自己当地你们也有很推的火锅的话，这次下面留言给我们，那我们也会从中挑几间，到时候有到那个县市，我们就会去拍。好了，那这家店的资讯我也放在影片底下，喜欢的话记得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我们都已经吃得那么胖了，拜托要订阅啊！好了，拜拜。